无常。所谓常，就是永远不变，不会衰败，甚至也不会消灭死亡。世间凡是存在的都是无常的，不是永恒存在，永远不变的。不管是精神界还是物质界，都是无常的。而佛教讲的无常，往往是指人的死亡，所以佛教的无常观其实就是对死的看法及观念。而人对无常的感悟会有深浅程度的不同，大致可分为四种。第一种人，他看到花开花落，就体会到人生的无常，看到火葬场烧死尸的浓烟，就感觉到生死事大，就会去思维人生从何来，死往何去，死了还有没有死后的世界，如果没有，那就一死百了，如果还有，死后会是怎样的世界，是苦是乐，他会去思维这个问题，而想要去了解它。如果真有死后的世界，那么他要追寻绝对安乐的世界。这种人在佛门是根气比较敏锐的，只要看花朵开了，虽然生命非常灿烂，可是经过一段时间，花朵枯萎了，凋零了，掉落了，他当下就感觉自己跟花朵一样。第二种人，他看到送葬的人群或是棺木灵车经过，就体会总有一天自己也会这样，从而引发学佛修行的心。第三种人，必须让他看到自己的邻居或朋友的死亡，或者参加了朋友的葬礼，才体会到总有一天也会轮到自己，因此想到非修行不可了。第四种人，必须等到自己最亲近最关心疼爱的人，譬如自己的父亲母亲或兄弟死去了，他才会警觉到自己不久也会像他们那样。如果连亲人死亡也没有深切的感受，直到自己年纪衰老重病在身才感觉无常，这是比较迟钝的人。若是连自己老病来临也不觉得无常已经迫在眉睫，那真的是毫无无常感的人。没有无常感的人比较没有宗教情操，也不会去追求宗教的信仰并进一步修行。正所谓莫为老来方学道，孤坟多是少年人。我们常以为人老才会死，生病才会死，其实不然，无常来临就会死。不论健康生病老年少年都一样，何况死本来就是必然的现象，有生就有死，跟死没有缘分的人世界上一个也没有。这个地球上大约有70亿人口，在100年之内都会死，一般人对死都非常忌讳。有人看到死，听到死，想到死，都说是不吉利的，所以大楼电梯很少有4楼的号码，医院里面也没有4号病房，这就表示人对死的恐惧。但是再怎样恐惧也非面对不可，无论怎么逃避它，最后还是会被死所逼迫而痛苦。
正因为如此，佛教才重视死，重视无常，目的是要超越它。在佛讲说的众多法门当中，念佛法门就是最方便、最容易、功德又殊胜，能当生直接了脱生死，永离轮回，且必定成佛的法门。不管在家、出家、男众、女众，有没有深入经藏都没关系，只要有往生极乐的愿心，并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句名号，以目前的身份、工作、环境，只要有时间就念佛，随你的根性，能怎么念就怎么念，能念多少就念多少。这样不止现身蒙受阿弥陀佛光明的保护，消灾免难，逢凶化吉，增福延寿，临终更能往生极乐世界，彻彻底底地解决无常，超越生死轮回。因此，如果我们的无常观很深，又愿生极乐，称念弥陀名号，那么保证今生今世就能超越轮回，往生极乐。